个定义啊，是用大括号用逗号跟分割开啊 key 和 value 的元素，其中 value 可以是什么任意的数据类型啊，而 key 通常是字符串类型啊，也就是描述这个 value 的啊，比方说 info 啊等于 len 大海是吧，这个信息吧。好，那么 again 等于什么18啊是吧，年龄是吧。好， len 相当于新华字典里面的偏旁注物首啊是吧，我们来演示一下。大括号，对，大海 ，OK， 然后冒号，18 print info， 好 ，len 相当于偏旁注入首吧，好，那么等一下我们会讲这个偏旁注入首可以进行查的啊，可以进行查找的。那么我们下节课再见啊。